烧箱子。锻、炼时间，好了，锻炼锻炼锻炼，锻炼时间。找错刀。你要做剑吗？对啊，剑还比较简单啊。我要做，我要做刺戟，理智用戟。哎、欸，你要被打了啊！不要啦，不要打我啦，不要打我啦，不要打我啦啊！不要打我啦！滑石粉，你要滑石粉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找到了。那有了，弹射激光跟那个两个都有了，哇，好狂猛！这个新人有点猛，这个也有点猛，被关两次就。弹射激光跟半成品这两个吧。耶，耶，我有临时用机啦。那我们要怎么？那他那个投石器在哪里？在某一楼层的左下角，我忘记是哪一楼了。楼下、喔、应该是三楼、二楼吧，二楼还三楼吧？对啊，淋浴间，淋浴间在手上。哦，对，好像是三楼，好像是。是不是要两个人过的啊？两个人拉門，对，要开，哦、要拉门进去。对对对，三楼，三楼左下。三楼左下，不就我家这边？哦，了解。好，那就是。工作时间，我一弹琴啦。啊，我要去工作，我要去工作了。我还在混。哎，不对，不是这里，抱歉。我有红色钥匙跟黄色钥匙。哦，那你可以去四处逛逛。我们等我们工作时间完，再上去做投石器那里。好。哎、欸，啊！把我的石头掉、哦，好坏哦！工作切好的石头丢地上，变了。哇！坏蛋！对啊。感谢雅思的礼物，感谢咕噜林波。牛排，感谢大家牛排。格林包，格林包，名字超好念。念他名字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想要有一种转圈圈那个。你要转圈圈，然后施魔法了吗？感谢。有一个警卫说，有一个警卫听到我的音乐说、啊，真希望能带耳塞进来。我靠，戴耳塞的话，大家这么没礼貌。没礼貌哎、欸，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杰伦你在这里边吗？没有，我在看到一把空的琵琶在旁。工作时间他好像都会这样子，哦、结束之后都卡在上面。哦哦哦哦哦。不要玩了，等一下放进去。红色钥匙，你去哪裡？他其实能够出去的手段蛮多人出去的手段蛮少。嗯。啊，我想要青色哎、欸，青色你要做什么？感觉青色可以比较逛比较多地方啊。黄色跟红色不知道去逛哪里。黄色好像是逛我们自己房间，对。啊，黄色对，黄色是那个我们自己牢房，我们自己牢房入口。可是我们本来就可以进去啊。对啊，但是晚上出不去啊，就是熄灯时间的时候。对啊，哦，那好没屁用。不会啊，这张图可能没用啊，就可以巡房了哎、欸，很爽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接夜袭有没有？不要夜袭啦！好了，我觉得这东西够了。找错刀？找错刀吗？错刀？你要找对的刀。我地有，我说地好像有。有吗？三楼，嗯。可是那个做什么？这个是做那个的吗？这个是吉的啊。哦，爸爸、啊、我忘记了。嗯，好，那我做吉。对，要错刀啊。也可以啊。
看一下能去哪里晃啊。红钥匙，啊，红钥匙，感觉是左边是不是？啊，红钥匙四楼那边好像需要，哎，那是卡片还是钥匙？好像是卡片。直接把弹射框放在我抽屉。哦，没有，那是多的。好，四楼，四楼叫红钥匙。那要去试试看做弹射器了吗？可以啊，三楼。三楼走下。订阅呢？看你啊。要吗？或者是说先去看一下 YT 的订阅的话，那就随便你啊。你有东西有带来吗？也是随便你啊。我没带。你去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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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哪？三楼嘛，对不对？三楼对，三楼左下。好，我去。嗯，哎，你开了，嗯，跳，开，来，哎，进来，弹射器框架，你需要这个笨的，好，可以，框架，嗯，有了，枪，再来，需要另外一半，你做一个吗？还是有两个？对，两一个没有，就只有一个。L T S 我就拿了一个。那我们还需要一个框架，总共两个。对，我的抽屉好，我抽屉是那个是也是吗？还是你那个不是？那个是另一个东西。哦，我的抽屉有 L T。好，你拿了东西。快拽！走，我去做 L。好。冲！我房间在这里。说不定我们可以提早，也不是我们这地图也玩一小时嘞，哇！对啊，对啊，等下可以再玩其他地图啊。突然觉得会玩之后好像时间过很快，对啊。所以那天你不觉得我们三个人跟你一个人在玩不同别的游戏吗？对啊，因为一个人就全部都要收集到啊，三个人就是分资源可以分流。没有，我们三个人是在打四个警察。我们三个打四个警察，我在旁边打其他逃逸犯，一直在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、欸，上去吧。三楼，走，我坐好了。这警察不很奇怪，觉得我在为什么在这个房间里面吗？哪个房间？我在他们的警卫室啊，然后一直跟一堆警察在那边看来看去。拿的红色钥匙有屁用哦？红色钥匙不是警察房间啊？进去看一看，嗨，你好，然后没事做。弹射器量。需要做一个弹射器量，说不定看一下皮弹器量是什么量，是框。四十，第三排第一个。四十，两个木棒，一个一个那个什么啊？好做。好做。我按。好。没关系，你们去拿。哎、欸，也不对呢。突然要点名了。要死点。木棍是要翻的，因为那个红色。就一般的那种树木的木棍。不过好像违禁品。我抽屉翻一下，那个无人工作室那边，无人工作台刚刚隔壁箱子里哦。然后一楼有木栓，还需要木栓。木栓我刚刚记得塞一堆在一楼。两对一楼好几个，就两个木棍，找两个木棍就好。好了，感谢七七。二楼坦坦有没有？点完名了，收一下木棍。有没有小哥白有没有什么鬼？又不会雷，雷什么？没？是吧？聊天在跟我，又不会雷，唱歌超好听。啊？嗯？没有说我啦。谁是又不会雷？又不会雷，唱歌超好听。不会雷，阿布雷。对谁？这意思谁？阿布雷。哦，阿布雷。哦。雷。所以到底是？阿布雷唱歌很好听。哦，哎、欸，我找到木棍了，有人在卖。我拿到一根木棍了，我再拿了一根。两根。我这里有两根了，这样就有一根木栓。那木栓有了。那就直接三楼集合。哎，我这里木棍，我可以直接做出来了。我找两个木棍了。我好、啊，有了，接上去吧。等一下、哦。哎，可是要回房。等明天。明天早上直接出发。嘿，睡饱一点啊。啊，好，睡饱一点。生日快乐！哦，白痴哦，原来在这里哦。
走错边了。让你弹射器框，杰瑞有带啊、哦。看到乖乖的界面。你框好，我带我带我带。框给你带。我会当雷队友，我也可以当啊。我直接上三楼了。好，来吧。哎、欸，他五点就点名了，我靠！对啊，我在床上睡觉，想说是谁那么早起来？在军中早点名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到五三栋。你不是军？老弟，来等繁星嘛！故意不点名，当个雷队。下一个弹射器配重什么？哦，弹射器配重啊、哦！下一个了吗？那个好像是要去卡片。那个要红色卡片，哈进去 ，Go。是有用啊，是红色卡片，不是红色钥匙哦。哎、欸，啊哦，你看有什么？哦有，有红找红色卡片，我们需要复制红色卡片。好，那我先把卡片我没复制过呀，看一下材料什么。需要电路板跟电线，加一张卡正常的卡片。电路板我有。我去拿，在楼上。电线地板有。嗯，那等一下就杰瑞不要打架，然后我们其他人打架给他做。好。然后红色卡片是这个家伙。在几楼？哦，在顶楼。我现在到一楼，有红色卡片在一楼。哦哦哦。啊，不是那个，我需要人到五楼。啊，是你高一点哦。那五楼干嘛？五楼往哪？电路板。那双人的门。走开！我走开！我走开！哦，真的好，真的好痛哦，很痛哦，两下就可以解决它了。有人来五楼吗？电路板在五楼。他寄上去了吗？而且我刚刚明明是摸杰克跟菜渣的桌子，阿法师跑来冲过来打我。哦，你也上去吗？我上去，我上去，我上去。好，三楼。L 板还需要吗？我还看到一个 L 应该还先留着吧，应该是不。帮我一下。好，那你去找一下电线吧。电线一楼很多，好，一楼吧，就分类有很多分类的。就找那个卡片的警卫是哪一个？你们去找吧，去找我来喝。我刚刚看他是在一楼啦。在哪里啊？吃早餐喽！我吃过了。天哦，他的衣服跟裤子原来不能穿哦，还有，感觉是逃狱用的哎，应该是吧？那个红色卡片，复制是哪个红色卡片模具啊？啊，对，在等你们了。就先找到那个拿红色卡片的家伙。红色卡片不在一楼，他现在不在一楼。红色卡片，恭喜中奖！找到是不是？红色卡片，嗯嗯嗯嗯，红色卡片你有吗？哎，不见了。你有没有红色卡片呐、啊？问你呐，没有。好，你没有。好。啊啊！不要！我只是想去工作，不要。走错啦！走错啦！走错啦！走错！我要工作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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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想去，那我认真去工作了。我只是想去工作，不要这样。好，今天不工作了。死啊！这个是红色钥匙，可恶！我现在到处打警察，我会再走。我在弹琴，还要弹琴。我在到处找卫生纸塞音乐房间。干嘛啊？你在干嘛啊？欸、真的，音乐房间好多卫生纸哦。拿那么多卫生纸做什么啦？我怕你会不够用。够啦，上厕所不用用到这么多好吗？可以的，多多益善。
感谢礼物。我记得你们有打到一个有是红色的啊，可是他不见了。屁嘞，有。有一个红色的卡片的那个警卫啊，只是不知道在哪边而已。对啊，来了很多人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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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看到这么多，啊，这么多人看到我，欸，看那警卫是不是休假啊？休假是女生吗？休假。没有哎，欸，好，那几位等一下，先丢进去。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